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动物园就是你们的了。你去哪儿，刘哥？去相个亲。你跟我那辞职，就跑这来当园长来了？怎么倒反天罡？欢迎来到动物的世界。那我们就上班。老师，熊猫为什么脑瓜子长反了？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大熊猫翻单个，没见过吧？吴总，你怎么来了？200万是不少啊，但是吴总，我不想买了。人呢，要经得起历练。可如果是300万呢？嗯？哎？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把他那个动物园给我转来。你我们还就不讲理了！你看看整这些假的，出来！这就像说话。是你报的警吗？打你的人是谁？是动物。找人给他安排个尿检啊！